汽车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宾士的公关 Justin。 今天非常高兴在这边跟大家介绍 Mercedes AMG 家族的成员，也是43家族的最新成员143 4MATIC 的车型。那么在我身后的这台143 4MATIC 车型是最新推出的，那么它在整个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特色上面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车外观来说，从车头它采取一个一样 AMG DNA 家族的一个设计，从单闸式的钻石水箱护罩搭配的 AMG 的名牌，那么让人一眼就可以从它的外观可以判断它是 AMG 家族的一员。那么同时呢，下气坝的一个两侧的一个双闸式的下气坝的一个设计，那么以及前后扰流裙角呢采取一个镀铬的处理。那同时来到车尾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两侧双出总共四排气尾管的一个设计，搭配的 AMG 的排放系统，让整个的一个排气声浪更为销魂。那么在引擎盖下呢，藏着的是一具V 型六缸3.0升双涡轮增压的引擎，它最大的扭力呢可以来到520牛顿米，那么最大的马力可以来到401匹，那么在这个0到100的加速，只要在短短的4.6秒就可以完成。那么在整个的车子的操控性上，为了让它有更好的一个操控性，所以在轮圈的部分是使用了 AMG 专属的19寸。5幅双乐式一个轮圈，再搭配着 AMG 的跑车化阻尼的一个设定，那同时呢配合着 Air Body Control 气压悬吊的一个搭配呢，让它整个的操控，不论是在 AMG 的 Dynamic Select 选择任何一种行车的模式下，都能选择到不论是舒适或者是更为进阶、更为激情的一个驾驭，都能取得最好的一个平衡。那么建议的售价的部分呢是450万，那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呢，可以跟我们各地的授权展示中心来做进一步的洽询。那么另外同时呢，今天我们也是我们 AMG 性能驾驭之旅的媒体的一个场次。那么这样子设计的一个 AMG 性能驾驭之旅的最主要的目的呢，是让所有对于 AMG 这样的性能产品有所迷恋的一些客户呢，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体验，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 AMG Driving Performance 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立足的一个精神，跟它无可比拟的一个性能的一个表现。那么我们在同场这次的活动呢，也邀请到了知名传奇的前 F1 车手 David Coulthard 来加入到我们的活动，让所有与会的贵宾呢都能够一睹这样子传奇车手的一个风采。那么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 AMG 性能驾驭之旅这样子旅游的方式，从各地的 AMG 旗舰中心出发，来到去进一步去体验产品的一个特性。那么所以我们这次才会扩大举办，然后特别移师到这个屏东大鹏湾的赛道来举行。那一般的话，我们不一定会在赛道上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课程，不过呢这次也是因为头一次举办，所以非常的荣幸，所以我们也特别扩大举办，甚至也邀请到 F1 的传奇车手 David Coulthard 来共享盛举。好，谢谢大家。